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啊！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唐朝诗人李绅。刚刚那首诗是我写的，在当年啊，我是因为感念到啊，农夫们啊在烈日下辛勤的工作，才会有我们在啊餐桌上能够吃到的米饭，而写下的这一首《悯农诗》。但是啊，在1000年后的现代啊，很多人啊都不喜欢吃饭了，很多小朋友只喜欢吃薯条跟汉堡，那个真的很好吃吗？哎，算了算了，今天啊，我千里迢迢从唐朝来到现在啊，是因为我听说啊，在台南的金寮国小有个老师啊，带小朋友去种稻。哎，老师不教书跑去种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赶快去看看吧。我就把这300种完，哦，种完之后我就去其他地方种，你种2颗也可以，种3颗也可以哈。那你们注意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啊都是农村子弟，五米的社区的子弟啊，不应该说哈，连自己家乡的事情都不知道。边看南部的可以种什么，边看种子、气候啊，哦，菜豆就种菜豆，种3、6月。啊，直接种的话比较省油、省时间，又没有花钱，这么简单。倒下来的啊，我就是没有补到，没有插到的地方啊。这2根就有插到，没有很多，所以插下去啊。有了，找到一个了，这里，这个假如倒掉的话，站起来只有4根，对不对？所以把旧的埋掉，换新的。还没上幼稚园那边，8、9岁那边吧，兴趣吧。可是种田好辛苦哦。辛苦是辛苦，可是有找到自己的乐趣就好了。你自己期望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农夫？每天都快乐吧，嗯。你们知道他们那个秧苗都是几颗种在一起？你们知道吗？3到5颗。那个没有，其实比较好是3到5颗哈。但是你们注意后面看哦，其实我们的农民有时候种的是7到8颗。2013年2月下旬。台南后壁区有一群6年级的学生卷起护管和袖子下田去插秧，这是金寮国小为毕业班设计的农作课程。其实早在5、6年前就有了定一些那个农作的课程，那有带小朋友去种稻，那有带小朋友去割稻。我是觉得是说这边啊都是农村子弟，那五米的社区的子弟啊，不应该说哈，连自己家乡的事情都不知道。我希望我们孩子毕业，哦，毕业之前，哦，都应该体验这个农作的课程，哦，那都也应该对故乡的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。金寮国小毕业班31位学生，在老师的带领下，从整地、插秧、除草、收割，到最后的包装，全程参与哦。孩子们啊，看着亲自种下的稻谷逐渐发芽成长，感受到了土地的生命力，更体会到每一粒米得来不易的辛苦。那间距哈，我跟大家讲过了哈，间距就是一个筷子，我连筷子都带过来了哈。阿爹妈呢，然后就插下去哈。好，送秧手就位了哦。耶！扛过去，扛过去。来，大家看你几个。大哥，不看嘛哦！要从这边种下去，知道哈？啊，种的距离不会，我再拿筷子给你们来下去排。你们先把这边补齐了，把家补齐。李老师说，金寮的稻米文化不仅要传承，还要教导孩子如何啊，用科学又安全的方式种稻，有爱这片土地。我不想用化学肥料。那我们就必须用其他的方法，看可不可以从天然的素材里面呢，去找出哦，可以快速的供应给植物哦有机的硝酸盐，哦有没有这种办法？那目前我们的微生物菌呢，就是具备有这种功能哈。采用自然农法来种田，一学习下来，孩子们了解到啊，少了化学肥料和农药，
才能种出健康安全的好米。现在大家在挖的时候呢，尽量就挖这个已经分解的差不多的。来，我们找那个四个壮丁，先把城堡拆掉。来，谁是壮丁？我是布丁。你是什么？我们是小布丁。虽然多数人的家里种田，但是啊，会下田帮忙的小朋友确实啊寥寥可数。不过这位理着小平头的庄姨张却很特别哦，他从小啊就跟着阿公到田里工作，因此这次学校种稻，姨张可是帮了不少忙呢。那人家怪手进进，牙都得出来了。你要施肥啦，要插秧啦，要耕耘啦，要收割啦，很多时候都必须靠他来帮忙，所以我们就给他担任种稻课程的总教官。他是必然的农夫啊，但我们也是希望说他对他自己有一点自信，然后呢，把他的经验呢也传承给我们的小朋友。才十二岁的姨张种稻的经验都是阿公教的。如今啊，阿公年纪大了，长得高壮的姨张成了不可缺的得力助手呢。我这个当小弟甲斗阵，无我做无安尼，靠吼靠落歹嘛，未堪一滴。阿忠伊咧甲我斗帮忙嘛，安尼。啊，我是哪讲？我正在讲啥讲？是这几冬啊，伊咧甲我斗帮忙，无我无当做。阿公他的脚不舒服嘛，啊就去帮忙，让他分担一些工作啊，也可以让他轻松一点。看到有人来要甲你买这地面啊？无可能。无可能啊！啊，这款的计数。卖。卖啊！想哪？自己的宝贝哪有可能卖出去？失去就没有了啦。有些东西我会后悔给人家，啊，可是给人家就没办法了。假如说这里要盖，要用自己的土地去盖城市的话，我是会反对的，因为他们会排放那种污水啊进来之后。有污染的去给他们的心爱他们辛苦的土地去污染到啊，整年就没办法那个耕作了啊。老师带着小朋友去耕种，这在我们那个朝代啊是从来没有看过的呢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啊，在这边的田啊，他们都是无毒耕种，也就是所谓的自然农法，说是要保护他们的土地。哎呀，不过说真的，在我们唐朝那个时代，每个农夫啊用的都是啊自然的农法，哪有什么毒物又从哪里来呢？不过我听说啊，在这个吴米勒社区当中啊，家家户户都有种田，不过种田啊都是老人家，很少小朋友会回来帮忙了。而且啊，很多爸爸妈妈觉得种田实在太辛苦了，都不希望孩子长大当农夫呢。但是啊，我们刚刚看到啊，这个金苗国小的庄姨张不错不错哎，他跟着阿公学耕种，而且将来最大的志愿就是当农夫，实在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呢。未来农村最有为的青年。你说谁？你有庄姨张哦。一天到晚都跟那个陈阿公帮忙。帮忙什么？帮忙稻作啦，什么晒屁股啊都会啊。你不会把它进城这辛苦呢？当然辛苦了，你头壳做较过，对者嘛辛苦。很孝顺就对了啦，很孝顺，那就是孝顺。吃苦耐劳啦，他就不怕辛苦啊。啊，村里有很多这样子的小孩吗？没有，少之又少啊。这个孩子，很难得啊，最不怕辛苦。只要一提庄姨张，左右邻居啊，全都竖起大拇指。今年暑假的时候，我们再度来到金寮地区。原本李平头的姨张头发留长了，他皮肤黝黑，打着赤脚，看起来啊真的就像个小小农夫呢。这样怎么生啊？乱点牛，点牛车啊，点牛车。
去啊，小块。对对对，小块。这一整块地都你们的。对的。现在在干嘛？把稻杆爬起，那跟在插秧的时候就比较好插进，插进泥土里面。暑假期间刚好是农忙时期，李章说他忙到啊，没有时间剪头发呢，没时间去剪。我们这边的人大概都是卷发比较多，烫比较多。李章你认识啊？是啊，同一军装的，好厉害！你还要拍那个耕耘区，秧苗啊，什么都会了，这不简单。所以要农村博士。每次在旁边看阿公耕耘的时候，你心里都在想什么？想什么？不清楚，我们在想什么东西，比较少啊。我都是静静的看着他而已。对一张像个小学徒，总是专心看着阿公，并且啊随时待命。医生来，阿公笑。哎。什么？这干啊，这干啊，这干啊，老头。对。一条嘞。有啊，可以干啊，可以干，可以干好了。哎呀，他俩。大家快点。好。阿爹啊，请阿爸帮咱们过来交来。好。哎，你对啊，就种甲花是要创啥？我说对哦。系啊。要赚金宝利啦。金宝利。阿公，那个一张会用这个吗？会啊。啊，为什么不让他用？那这平常阿爹就用，我这用不会。不是那种，我就是哦，即摆这卡的问题哦，一直在痛啊。我等伊在需要要够帮忙安尼啊。啊，无啊，你阿妈就看做伊就来啊。哦。哟，你要讲对做还是要做吼？你妈讲就看做伊就约我来啊。希望伊以后正产。无可能，这真的没有生活啦，没有挣钱呐。啊，唔过他想要当农夫呢。我现在太瘦了，太小了，你若倒就可以啊。啊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你不读书就袂使，我干啥呢？李章家里有两甲多的农地，全靠阿公一个人管理。李章的爸爸因为患有小儿麻痹，行动不便，没有办法去田里工作。李章便代替爸爸去帮助阿公。阿公啊，也不能做了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爸爸也没办法做啊，啊，所以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哎呀，慢慢扛起来啊。李章的爸爸以前啊是个修理裁缝机的师傅，10年前罹患了鼻咽癌，说他和听力啊都受到伤害。不过爸爸平常会在村里做资源回收，换取一点点的收入。曾经有抱怨过吗？为什么我的家这样？没有。你抱怨这个也没有用啊，因为没办法说今天抱怨，明天就富有。三合院里只有一张和爸爸、阿公三个人同住。一张是家里很重要的支柱，只要忙完田里的工作，他就会帮爸爸的忙做回收分类。会啊，哎，因为我一车轮去捡回来，送不完的。他说要他帮忙我了。六十出来不回收瓶的、保特瓶的，还有一些那个酒瓶，那些回来整理都很困难，所以他要帮我啊。医生，
迄个是老天爷回来的，就农药喷了晒晒。跟着阿公种田，李章学会了吃苦耐劳。他也从轮椅上的爸爸学到了乐观和帮助别人。心目中爸爸是什么样子？你的爸爸？快乐的人啊，帮助人啊，帮助人家的人。记得应该在医院，我陪他去啊，他看到一个推轮椅的人，没有人帮忙他。他推他啊，我推爸爸，让他要去几楼就带他去几楼，嘿，这样子。李章的妈妈为了分担家计，带着妹妹住在新营地区经营小杂货店。妈妈是越南籍，店里啊专卖越南杂货。说起自己的儿子，妈妈的心中啊深深以他为荣呢。我觉得他很棒，有客人在报纸看到，他说哎，好像某某你那边好像是你儿子，跟得很像，然后我觉得他来这边，哎，他说这个好像是你儿子，我说对啊，他是我儿子。他很了解，是说哪一个橘子要种什么菜啊，要种什么东西啊，他都比较熟悉啊。因为做生意，妈妈无法陪在姨丈的身边，心里啊觉得很不舍呢。以前我刚借来的时候，我也是有跟公公婆婆去做了一段时间嘛，我知道做这个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，冷的时候真的很冷，热的时候真的很热，真的很辛苦很辛苦，我会觉得很心疼，尤其每次就摸摸他的手啊，他做真的他的手很粗，真的，我觉得说他那么小。在外地做生意的妈妈，偶尔啊会抽空回家，和姨丈一起帮忙阿公。回来他看看他们，然后他们忙就帮帮忙。做大了哟，你也紧着。从小在田里长大的姨丈，很能体会“粒粒皆辛苦”的道理，也让他懂得知足就是快乐。自己种的，是吧？自己种的。那你吃自己种的米的感觉是什么？比较甜，还有甜度。你有什么配菜啊？蛋还有什么？有什么就配什么，这样子，很简单。不挑食。很饱，会饱就好了。我不要浪费就好了。不要浪费。你到几点睡觉？十点多。现在这么早吃饱饭，到十点多要办。不知道啊，所以要帮阿公换药。阿公，我要赶紧换药啊。阿公因为年纪大，关节退化，常常会重心不稳而跌倒受伤。李章细心的帮阿公换药，就像是阿公的守护天使。应该有扑腾出来哦。干嘛干嘛？你只看个路子呗，你得个顶过子呗。他很上坡上方便。他妈妈是越南人嘛哈，他妈妈要回去越南，要带他回去越南，说不行啊。他有找很多理由说他怕不去，不过事实上我知道他是担心什么，他担心说他离开那个家，他去了那几天，他阿公怎么办，他爸爸怎么办？他跌在田里跌倒，都好险都有我在啊。那你还会希望阿公再去下田吗？我没办法阻止他，因为有说过很多次的，没办法，哎呀，没办法，因为你有他那兴趣呀、啊，我们没办法阻挡他，哎呀。你会很希望自己赶快长大？有，我是有这样子想，可是没办法，也要一段一段慢慢的累积分数，慢慢上去呀、啊。不是说你今天说强求，明天就长大，明天又不可能就一瞬间就长大了。哎呀，
顶着烈日捕秧苗，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件苦差事，但是啊，对于张而言，种田啊是他孝顺阿公和爸爸的方式，他更在田里找到乐趣，长大以后啊要像阿公一样当个农夫。喝喝喝，就多。我就看到那边呢有一些水面有水啊，啊我说在那边有气啊。哦，要巡田呢。哎，啊现在大家看看看到水面有水啊。啊大家石头，大家可以说。台湾国语。你还喜欢你们的家乡吗？嘿，对。如果要搬走的话，你会愿意吗？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搬走的话就没有土玩，没有树可以看，没有牛可以看，也没有牛车，没有犁地，很多东西都没办法在这在地那个地方看到。如果田卖掉，你就会有钱了。钱哦。有钱是有钱呐、啊，早晚会花完。嘿，啊，有土地嘞？有土地就耕作啊。你自己期望自己会是什么样的农夫？嗯，每天都快乐吧，哎。看到宜章的笑容啊，李生我啊也不自觉的开朗起来了。而且这孩子啊这么小的年纪啊，居然把守护阿公的田当成他的使命，而且把当农夫当成他最大的愿望，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呢。哎呀，不过啊说到一件事情啊，李生我就觉得难过。现在啊很多人啊不喜欢吃米饭，而且说当农夫辛苦，说是因为啊听了我的悯农诗的关系。哎呀，这真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啊！其实我的悯农诗当中啊，最重要的是后面的两句话：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啊！”因为只有我们知道农夫的辛苦，才会体会啊，要去珍惜食物的可贵呢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赶紧啊回去我的唐朝跟农夫们聊天，还比较有意义呢。再见再见啦！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啊。谁知盘中餐，这一弯弯微笑月光，安安静静呵护我回家。谢谢你的守望，让我把一切看清楚，就算寒风呼呼也变成